你妈真棒，可意，你妈的公司不就在那儿吗？怎么从来不见你去那玩啊？我爸爸不许我去。嗯，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怕我影响我妈工作呗。嗯。喂，哎，东东，我现在开车已经不画龙了，能走直线了。哼，那好啊，那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吧。好吧。哎，东东，我晚上要晚点回去，趁他不在，我多练一会儿，明天啊就能上路了。我看你现在是上正道了。嗯，还不行呢。东东，我不再跟你聊了，我该上班了，再见。好啊，你老婆处处找你别扭，生活还处处找我别扭呢。行了行了，我的韩大处长，以后呢就请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做你的电话情人呢我不愿意了，我烦了。不要脸情人。想我呀，你要是真想我就买一盘电话速充上的袋子听吧。哎哎哎呀，牧人，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哟，我还以为是六点呢。哎呦，你放心吧，你的梦中情人呐，我保证给你约去。怎么叫给我约呢？请方小玉吃饭那还不是为了你啊。嗨，打算给我出多少血啊？大富豪海鲜酒家怎么样？估计咱们仨3000块钱是拿不下来的。那等着到了晚上我就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我了。真的是为了你。要不咱们这么着吧，咱们待会儿在门口见。我发誓真的不是为了方小玉啊。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吓死我了，你又来这套，不定期突击检查是吧？讨厌。你少跟我打岔，我刚才在外边可全听见了。谁叫方小玉？你有完没完呢？我这是跟你在揽客户呢，让不让人做生意了？哟，我的大宝贝儿真生气了。这样吧，亲一亲，今儿的事儿就算完了。那开着门呢？开着门怎么了？再说咱们俩可是明媒正娶，又不是偷情养汉，信不信？亲不亲？某人，咱俩一半天也见不着个面儿，还怪想得慌的。这不我一逮着空啊，
就过来瞅瞅你，顺便跟你说两句话。木人，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怀念咱俩以前的日子了。那会儿我的生意还没盘大，你还在一个心眼的爬你的格子。每天你在灯下铺开稿纸一坐，我就往旁边这么一呆，拖着下巴看着你对着稿纸发愁。你那模样别提多迷人了，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子文化。哎，可谁知到后来你又不写了，非要出来弄这个光楼耙子见不着兔子的广告公司。我写得下去吗？啊，你往旁边那么一呆，哎，弄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气儿，那还不说，没两分钟你就打呼噜了。人家邻居说咱们家装了台2000马力的发动机。算了，咱们不谈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好不好？你还有事没事？没事，给咱儿子交学费去啊！我这还有事忙着呢啊！德行，我能没事吗？现在立马就有局长候着我呢。你说咱俩这夫妻做的哈，儿子送到寄宿学校，白天咱俩一个比一个忙，晚上在床上也只能照个面，累得俩人跟死猪似的。哎，算了，我颠了啊！哎，你可给我乖乖的。哎，好。待会儿再来接我啊。好的。哎呦，红蝶，你早到了啊。那位方小玉呢？啊，怎么了？都急成这样了。这急还不是为了你吗？还喷了香水啊，就怕捧把鲜花了。别那么说好不好啊？你呀，我请你们吃饭，那还不是为了我自己呀，啊？哎，生意谈成了，给我多少回扣？你的胃口可够大的呀，啊？合着我除了把你弄进我的公司以外，还得给你提成啊？那是，我的胃口小了，怎么能支撑得起我这单身贵族的生活呢？哎呀，哎，我可跟你说啊，待会儿啊，你掏钱结账。请客的可是我，你可记住了，别说漏了。那我不成了你的钱包了吗？反正你个劳动妇女有的是钱嘛。啊，哎，单间定了吗？哦，早定好了。这方小玉怎么还不露面啊？啊？哎，来了。哪儿呢？哎呀，那不那儿呢吗？那不是个男的吗？哎呦，你。哎呀，张副经理您好。红蝶小姐，说句心里话，我至今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打电话要请我出来吃饭，而且还是这么高档的地方，你看让一个小姐破费，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张副经理，你就放心吧，我的钱包啊鼓得很呢。啊，红蝶，你这是。哟，哎呀，来，张总，你看我净不说话了啊，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啊，就是木子广告公司的总经理李木仁先生。张经理，我跟你说啊，他呀还是个有名的大作家，写了好多好多作品。你看像什么，哎呀，我也记不清了。张副经理，今天他找我有事儿，我就顺便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你不会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哎，李总啊，别在那傻站着呀，快见过我们达威公司的张经理啊，快认识一下呀。张副经理，幸会幸会幸会。哎，张经理呀，你说呀，这事怎么这么巧啊？李总啊，他老是说我这个人呐，活动能力强，交往广泛，想托我帮他的公司啊承接点广告。这不，我一想，张经理啊，您这公司大呀，气派也大呀，是不是啊？公司刚成立，也需要打广告啊。啊，张总，这点小事啊，我想，啊，张总啊，不会驳我面子吧？哎，红蝶小姐的话见外了。我们公司啊，现在正忙着寻找广告公司进行那个产品的 CI 设计和整体包装宣传的，正好呢有幸认识李总啊。哎呀，这太好了！你看咱们这顿饭还没吃呢，你们的生意就快谈成了。张总啊，这样吧，咱们呢还是边吃边聊，对吧？哎呦，人家李总啊在这儿眼巴巴的等您好长时间了。哎，张总啊，往后啊出来见女士也要学着点人家李总，把这身上呢也喷点香水什么的，是不是？下次一定一定啊。张总啊，你先让那个李妹小姐先领你进去。好，我和红蝶小姐有话说，你先进去。先去先去。你等等。干嘛？你这是拿我涮着玩呢？咱谁涮谁呀？想通过我认识方小玉，你也不看看我是谁，能将你给涮了？好，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到了这是我掏钱你请客，你请男人吃饭，那我就不说了，到了成了，我求你帮忙了。你当时不是口口声声说？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你要是真为了我，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张副经理比方小玉可有用，是不是啊？哼，看样子你是不大想进去了。李慕仁，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怕你老婆呀知道咱们俩的事儿，今天呢你就不用承担我的钱包了。哟，你们俩怎么不开灯啊？我再报道一次，我已经会超车了。实际上是自行车。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冯潇的世界更精彩，对吗？你今天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哼，你的丈夫窝囊，没本事。我以为我提了处长以后，上面的公司给配车，没想到全泡汤了。现在，你是在冯潇那儿圆了你的驾车梦，对吗？过两天还给你配车。莫非你是想我的可意坐到冯潇给你配的车里去吗？我告诉你，方小玉，以后你再和冯潇练车，少到可意的学校门口招摇过市。你想练车，找个没人的地方，想怎么练就怎么练。以后也别给我打电话，省得我心烦。妈妈，我告诉你，
吵架都是为了那个姓冯的叔叔。可依，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懂。我懂，爸爸小心眼儿。妈妈，其实我觉得你学车挺好的，将来你有了车，爸爸不坐你的，我坐。妈妈，谢谢你。妈妈，以后记住，爸爸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表面上向着他，实际上我心里一直向着你。妈妈记住了。女儿，来帮妈妈摘菜。上班倒是放松了，进家门又要绷上了。我说你一大早上起来在这抽什么风头？你没看见我正在想当年吗？哼，哎呀，你可真是啊，工作环境变了，这一天一个发型，一天一套衣服，现在又要保持体型，你给谁看？当然是给欣赏我的人看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准备早餐，我可以到外面吃去。不吃就不吃。妈，听说你是主管，你管几个人呢？就一个人还管不好呢。妈妈想给冯叔叔反映吧，又怕他凶，说我没带好部下，可是不说呢，那位可气的部下都两天没来上班了。你说妈妈该怎么办啊？妈妈，你这些话应该跟爸爸去说，怎么改跟我说呢？爸爸说他不愿意再充当我的对讲机了，妈妈周围也没个合适的人说了。妈妈，你猜女人死的时候最后不动的是身体哪个部位？妈妈如今可没有脑子猜你那些脑筋急转弯问题。阿妈，这不是脑筋急转弯，你猜吗？就猜这一回嘛。好吧，身体什么部位最后不动了？当然是心脏了。哦，不对，医学上认定死亡是脑坏死。我知道你就猜不出来，告诉你吧，舌头。舌头。啊，可依，你是在挖苦妈妈爱唠叨的嘴？你看我不？我不敢了。看你在捉弄妈妈，快说，快说，谁教你的啊？我们班的男同学，这个谜语本来是说女人爱搬弄是非，让我用在爱唠叨的妈妈身上了。妈妈，看你刚才那样，简直笑死我了。妈妈，你生气啦？真小心眼儿。可依，我问你，妈妈现在是不是变得爱唠叨了？反正比以前话多，每天晚上我都听你跟爸爸在那儿嘀嘀咕咕的。可依，你也烦我了，对吗？妈妈如今在外面做事，每天受气受委屈，每个人替我分忧，连个听我倒苦水的人都没有。妈妈，我以后不烦你了，爸爸不听你的，我听。好，上学去吧，妈妈下班晚，你自己放学回家的路上要当心，听见了？去吧。妈妈再见。哎，再见。就知道你歇菜了。白脸是咱们这种人当的吗？哎，哎，哥几个都惦记着你呢，回来跟咱们混吧。啊，哼，做你的梦去。嘿，嘿，等等，嘿。
closer, here it comes addiction. It fascinates like science fiction. You wanna joyride, the tempo ain't slow.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 got to go. All surrounded by musical notes. The mighty dance floor becomes a road. We gotta get away, gotta disappear. 3, 2, 1, I'm outta here. We gotta get away, gotta disappear.钱，那小姐，你晚上挣两三千吧。哎，你怎么，你有生意啊？那我去挣啊。您可别吓着我。李凤霄，心里不是只有那个老狐狸精没我吗？我呀，这就去挣男人的钱，给你瞧瞧。你有没有生意啊？刘小姐，你可别吓着我。给你钱，你下车吧。是啊，他的心比山高，命比纸薄，按说呢就是拿800都比我们两口子合起来的补贴还多。早听林子说你们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从前咱也算半个街坊不是。玉儿，往后你还是对他多管教管教好吗？玉儿，瞧你说的。小玉，哎，往后啊你就多费心管管他。是啊。你总算是疯回来了。林子，你看你玉儿姐在这等你一个多小时了。没事的。你来干什么？我不已经辞职了吗？正合你意。哎，你给我站住。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叔叔，司礼，我见你好几天没来公司上班，我就到人事那儿打听你家住址，就过来了，挺冒昧的。啊，是这样，你那天走以后啊，我找会计问了一下，他说确实是把你的工资发错了。错了？怎么错了？啊，把你的1000块钱呢？发到我头上了，我等你回来啊，就是想把钱还给你。另外，请你明天去公司上班。你看清楚了吧？啊？哼，你看看人玉儿，是怎么待你的？啊？你再看看你自己，你是啊，玉儿进门把事儿啊跟我们这么一说呀，我跟你爸这心里头怪不落忍的。就是，你人长大了。往后就别总使性子了啊！你让我们少操点心行不行啊？啊，快收下吧，这是你劳动所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明天回单位上班不要跟别人说，也不要去问会计，咱们可是宣布过一条公司纪律啊。明天见。哎，那我走了。你不再坐会儿啊？哎呀，不了，你看你这，你先别走。我问你，我又跟你吵又跟你闹，你该巴不得赶我走才对。就算这公司发错了，责任也不在你头上，你干嘛特意跑过来请我回去上班？你这是为什么？哼，
我明白了，你是怕肖哥明天回来见不着我，怪罪下来你吃不消是不是？就算是吧，那我走了。哎，你看你跑一趟也没吃饭。是啊，没事儿。哎，明儿来啊，有空来玩啊。有空来啊。哎，好，慢走。我走这几天公司有什么变化吗？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就是关于陈小姐的。林子啊，把钥匙给我，我来开吧。哦，咱们车上说。好。你好，冯总。冯总你好。肖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哎，好不好玩啊？林子，跟我来一下。方主管早啊，张副经理早上好。哎呦，你这是？我还没吃早饭呢。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冯总回来以后，听说陈思林在公司大闹工资的事儿啊，就把他给开除了。什么？这可是真的？哎，你没看到吗？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我说啊，你压根儿就不该把他陈思林请回来，你这不是明摆着自己找罪受吗？这个陈思林呢，哼，仗着自己从前和冯总是邻居，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吵吵闹闹的，素质也太低了。这公司上下对他可都是议论纷纷的，哼，哎，这样倒好，走了你就彻底省心了。啊，张副经理，啊，冯总来了吗？哦，来了。我昨天还看见陈思林，也不知道跟他说了你些什么。陈思林哭哭啼啼的跑出去了，冯总啊还到处找你呢。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啊。进来。冯总，听说你找我。对，我找你是想问个问题。我给你的权利你为什么不敢使用？冯总，我觉得你不该这么对待思林。笑话，我给你的权利你不使用，我把他开除了，说明你这个总管失职了，懂不懂？他把公司的财政纪律当成儿戏，搞得公司沸沸扬扬的。
人人都在议论，说你把他请回来是怕我回来责备你。我问你，你是不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他请回来的？你是不是打算每个月都把工资分给他来维持你和他的关系呢？当然不是了，我一直还想问你个明白，是不是你多扣了他的工资给了我？是又怎么样，你不是一个人在干两个人的活吗？你真不应该这么做，你这样做对他太不公平了。其实他现在已经慢慢改好了。改好了？我看他是改得了初一，改不了十五。他把公司里所有人对他的忍让都当成了怕的。啊，对了，这1000块钱你拿回去吧，这事儿就算完了。我要是不开除他，公司里的人都会看我的笑话的。难道你开除他不说，你还把这1000块钱拿回来了？哎呀，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我本来扣他1000块钱是要给他做学费的，送他到广播学院旁听进修学习，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这事儿就发生了。哦，原来事情是这样。那他知道事情的原委吗？现在知道了有什么用啊？这孩子太不给我争气了。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呢。这1000块钱你先拿上，里外里等于还是你的那1000块钱。对不起，这钱我不能拿。为什么？本来我以为你把扣他的钱给了我，我想我还给他就是了。现在看来事情不是这样，那这钱我就更不能拿了。一个月3000块钱太多了，我真的不值那么多。方小月，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我不是在赌气，说心里话，我真是这么想的。那天我看到了这么多钱，我都懵了。那你原来在单位一个月拿多少钱？全加上700多吧。这也难怪。那我问问你，你自个儿觉得你自个儿值多少钱？我一个月下来能拿到说好的2000，我就很知足了。啊，哎，真是的，一个胃口大的吓人，一个胃口小的可怜，3000块钱就吓懵了。拿着吧，恐怕这会儿你那个官迷连自个儿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了。哦，对不起，这钱我真的不能拿。我跟你说啊，我这绝不是可怜你，你自个儿值多少钱不是你自个儿认为的，是我这个总经理决定的。往后啊，能不能长点出息啊？在我看来，连钱都不敢拿的人以后成不了大事。冯总，方主管，收购合同和支票我都带上了，另外我这儿还有一张票据，您先签个字吧。哦，冯总，你们是不是去收购泰国公司啊？对啊，怎么了？大伙儿都很担心。我跟你说啊，以后别跟着他们瞎吵吵，自个儿干好自个儿的本职工作比什么都强。走了啊，走。走了啊。
女儿。哟，阿姨，叔叔，思琳呢？哎呀，别提了，昨儿个回来呀，说冯潇把他开除了，大哭了一场，也没吃饭，就没了人影了。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呀，今儿个大白天，我们两个转遍了大半个北京城，也没见着人影啊。你说，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可怎么办呢？这他不是有呼机吗？你们呼他呀？哎呀，我们把巡呼台的小姐都快给呼烦了，这死丫头也没个回音。你说你是死是活，你总得让你亲爹亲娘明白吧。阿姨，这冯潇也是，我们家闺女是不对，这玉儿不是把她找回来了吗？你说你冷不丁把她给开除了，你说这出了事可怎么办？人家冯潇啊是抬举她。我呀早看出来了，就咱的闺女压根儿她就没个正形。对不起叔叔阿姨，你们别着急，其实哎，对了，还有个地方咱们没找。什么地方？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哎，走，哎，走，走，好好，快点。玲子，悠着点吧你。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踩活别人，弄不好把自己踩活了吧？现如今，我说的话应验了。方小玉，你等着，我跟你没完。这是你自个儿找的，跟人家方小玉没关系，到现在你还不明白？连你也向着他说话，怎么跟方小玉没关系了？哼，要不是因为他，小哥能这样对待我吗？哼，他方小玉就是我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玲子，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懂事儿啊？啊？哼，说说吧，昨晚上一晚上没回是吧？又跟那些哥们儿姐们儿一块混去了啊？今后怎么着接茬往下混呢？肖哥这人是倔头，你应该知道，他说出去的话不会往回收的，劝也劝不住。往后大不了啊就去挣男人的钱，别人呢？哼，我陈思琳也能。玲子，你再敢往下说。老板电话。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少喝点儿，不是哥请不起你啊。待会儿回来我再跟你说。丢人现眼的东西，你还往哪儿跑啊你啊！今天害得我跟你妈的腿都跑断了不算，还让玉儿大晚上跟着受累，我真想揍扁了你！哎呀，叔叔，他不能打他呀！你忘了，你上回碰了他一个手指头，他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吗？是啊，叔叔，既然找到了，应该高兴才是。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你说什么你？看我撕烂你的嘴！林子，你错怪你玉儿姐了，阿姨。叔叔，林子。再见。哎，玉儿啊，我走了。玉儿，刚才在店里啊，我已经说过他半天了，慢慢来吧。寿良啊，哪怕林子能有人家小玉一半，我就谢天谢地了。哼，林子。
你知道人家玉儿晚上找你来给你送什么来了吗？你可不知道这事儿。这是广播学院广告系的教材和报名表。玉儿说了，你肖哥呀，他根本不是想开除你，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他想送你上学去。哼，这不可能。这有啥不可能的？你肖哥托玉儿姐把学费都给你交了，你瞅瞅啊啊，这报名表都给你填好了。这嗨，哎，弄了半天虚惊一场，虚惊一场。既然你们都到我这儿来了，就到店里坐坐，我炒几个小菜。来，老刘坐坐，来来来来，哎呀，你说这事儿闹，这啊。